你是把麦克风拿走？是被看走。大家好，我是曹文彪，然后我今天是代替栗子在这边跟大家讲爱达意今天的这个有一些的成果，今天的进度，然后就是今天有一位居民先生，然后因为今天栗子想要在这个首页的地方放 YouTube， 然后在影片，然后让大家来了我们网站以后不只是可以查台语怎么讲，还直接可以看到台语的影片，觉得比较有趣。然后再来是，今天网站有了新的设计。然后再来是，今天小草介绍我们一个新的工具，可以很轻松的做出可以教学跟推广新的语言，不是新的语言啊，就是大家不会的学习语言的工具。然后等一下请他就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要怎么用，然后之后应该可以用在那个推广台语上面。哦，好，那你不是。哦，嗨，大家好，就是，荧幕比例好像有点不对，怎么会歪歪的啊？这个是一个网络播放器，那它叫 QLAN。 那QLAN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制作各式各样的电子书，那就是这间公司 QLAN 它就是 Quick Language Learning， 它最早是做语言学习的，所以它的后台有很多的测验跟就是他们制作电子书的方式就是语言学习导向，比方说你可以就是用编辑器，那它就是像 PowerPoint 那样4:3的格式，你可以布置上就是各式各样的图片文字等等。那如果用线上编辑器编辑的话，那就是你的图片跟文字它都会是一个一个的物件，那这些物件你可以再附加上就是声音属性，所以比方说我们这样点一下，有声音吗？就是我爱你，那它的声音是 Google 小姐发的。那比方说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主题式的调情，就是学法文你就要用法国人的方式去思考，你不能就是只有说我爱你我不爱你，你要有一点生活化的，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国人真的这样子啊，但是就是这句第一句那个就表示这里有个 fuck， 这是红模仿里面的那个歌词，就是还有争吵分手，就是这种情境台词。那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现在虽然讲的是法文，但是这个主题是台语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面的就是这些资料它是碎片化的，那每一个就是音档图片什么它都是一个一个素材，那你的这些单页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字卡，你可以有 hashtag， 你可以去搜寻这一页在哪里。那如果你把这些素材就是公开出来，像假设我想要快速把这个恋爱小教室改成台语版，那我就只要去找到这本书，那像如果我授权出来可以给大家编辑的话，我复制这本书，那我把这个 Jaden 然后我把它改成我爱你，然后下面中文我就不管嘛，那个我爱你我就可以用台语拼音打我蛮爱你，然后还有你家里面搞啊做会困不没事我有点朋友啊好啊宝贝，然后还有我不爱你我也不爱你，然后这个Stefini Ontonu 这个我不知道台语怎么念，但是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编辑出一些蛮漂亮又有趣的东西。那用这个东西它是就是它做出来以后就是一个 web app，
那 Web App 的话，就是说，你只要手机你连得上，就是你有 browser， 你可以连上网际网路，就不管再烂的手机平板，它都可以就是有一样的这种 App 体验。那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说，比方说，很多偏向国小，那像比方说有一个 HTC 的什么 Flyer。那个平板很烂，然后他送给各个学校。刚刚那个都没有听到哦，就是它是一个不太好的工具，但是他送给那些小学，他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用来教学。那他们现在那些偏乡小学，他们老师他们平板里其实最缺的就是内容。那你要做什么行动教育啊？其实里面就是要有内容啊，内容很贵。那要不然就是老师自己做的那些档案，通常都是 PowerPoint。那 PowerPoint 要怎么派发的教材进去，然后要 download 很慢，所以老师他们通常都是给学生说，哎，来大家看 YouTube， 就这样，这也蛮可惜的。所以希望可以大家来试试看这个，就是用语言编辑的教材，谢谢。哦，笑死了。